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也要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最新的资讯和活动，欢迎收看。咱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七个吼，啊，搁有咱七个这个海鲜节吼。节目一开始，咱先来看一段影片，听看市长要跟咱讲什么。海鲜节赞不赞？赞！抓到海鲜，抓到海鲜。OK， 七股好不好玩？好玩。2020年台南七股海鲜节7月9日开幕，今年市政府总共是开放市场14000个名额，让民众来六坑仔码头体验蒙赤水的趣味。因为拄好是暑假，疫情也有较退，所以一推出了后，真紧就被预约完了。民众也拢趁着这个机会，带着细汉囡仔来体验一下，什么叫做蒙拉咸西裤。来，哇，都是你挖的吗？有没有挖到？有。你们哪里来的？台南。第一次来吗？对。好不好玩？好玩。妈妈这么小也抱着他来哦。对呀、啊。还让他体验吗？大姐姐体验。好、哦，哪里来的？新营。新营哦。那觉得好不好玩？好玩，可是还没挖到半颗。这是那里疫后新经济了哈，疫后新观光，你可以看南古尼。那呢，七股海鲜节哈也有办，但因为还是有点小疫情啊，所以说我们今年你看这么多人，而且我们今年特别加开，去年2场，今年变4场，每场都去年都只有1000，去年1500，现在变3500，所以每场都增加啊，人数也增加，现场大朋友小朋友大家都很开心，所以我们很开心，希望说大家来七股来海吃海鲜，来挖这个。哦，恰吹啊，哈，还是文革都有很多，希望大家一起来哦。落到水里面，含着民众做伙望恰吹啊，黄伟德看到来自各地游客，拢算个欢喜个趣味。伊来表示讲，这也会当来看出台南伫观光之地所受到的欢迎。而更加无同的是，今年的交通是真顺畅，游客增加却无塞车。黄伟德也借着这个机会来感谢警方含着相关单位的用心。以前哈，咱是。一体1500人吼，内面踢，擦，啊车拢无地停，啊结果那、啊、车拢踢伫中间。今仔日吼，咱是3500，比以前阁加2000人哦，来往车吹啊吼。结果吼、哦，咱交通顺利，这条真感谢咱啊警察局、甲咱公所、甲咱观光局，大家努力，一个活动办了好哦。一定不是跟他讲啊，好胜啊，尔一定要沟通啊，里边哦，啊，咱的物件哦嘛真好哦，啊，这个服务哦，警察的服务啊，工作人员服务嘛真好，咱希望安尼啊，一步来，互咱活动搁较好。人虽然人多，但是袂客哦，安尼哦，伫遮甲大家报告。讲到七股吼，咱乡亲朋友，你可能想到的就是七股的盐山啦，啊，搁有七股的西湖。另外吼，即马即个暑假的期间吼，搁有一个七股的即个海鲜节吼。那么讲到即个七股的即个海鲜节吼，咱的乡亲朋友，你敢捌去摸过蛤蟆哦？那么你摸蛤蟆的时候，你摸到几条？今天吼，咱特别吼邀请一位贵宾吼，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教看吼，你若是要去摸蛤蟆的时阵吼，用什么种的这个撇步吼，还是讲什么种的这个技巧，看来咱甲迄蛤蟆吼摸较济，可以等于恁到住啦吼。那么讲到七股吼，除了讲哈多咱讲的这个盐酸啦吼，还有四湖啊吼，另外可能有一挂吼你唔捌去过吼，可能。我蛮捌去过啊，所以我感觉讲你蛮捌去过哦，就是吼，咱的这个顶头鹅沙洲吼，这是即马吼正夯的一个景点，啊，佮有咱的国盛灯塔吼，这些东西即马吼哦，足侪人吼要去遐吼来观看呐吼观赏呐吼，或者是讲来遮是旅游的一个景点吼。那么除了讲吼，咱遮这个景点呐吼，咱遮旅游观光的这个所在以外，其实呢。咱七股这个所在，即马嘛真认真吼，用心啊来建设吼。咱即个七股的即个区长吼，来到即个所在哦，伊即马呢拍拼吼，要甲咱的即个七股吼
把它打造是一个吼，咱台南市真有名的这个观光景点，啊，搁有吼，咱的这个建设上好一个所在吼。那么咱今天呢邀请这位贵宾，就是咱台南市七股区区长吼颜文穗区长，咱今嘛先邀请区长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拍一个招呼，区长你好。好啊，主持人圆圆好哈，啊，咱各位乡亲大家好哈，我是七股区长哈，啊，颜文穗。啊，今仔真欢喜吼，会当来节目中吼，啊，介绍咱七股的水，交咱七股的各种建设。是，他拄仔咱讲到七股哈，我已经有讲到啥物西湖啦、盐山啦吼，这其实呢，普遍啦，大家拢去过啦，啊，佮有足侪足侪即个景点，小等下邀请吼咱个区长佮咱个乡亲朋友来做介绍吼。那么咱今仔讲的即个重点，其中之一就是咱今仔日他拄仔咱有讲到的七股即个海鲜节，你七股的海鲜节好像讲十六档啊吼。啊，听讲咧，每一冬吼，那是举办这海鲜节吼，去望蛤嘛，哇，拢秒杀呢吼，拢有足侪人吼去咧吼望蛤嘛啦，尤其是即马拄好暑假即个期间嘛吼，足侪人吼亲子吼安尼带出来做位去咧望蛤嘛啦吼。那么讲到即、這个七股即个海鲜节，我咧想嘛是亲爱，互咱的区长吼介绍一下吼，介绍恁即个七股即个海鲜节即个内容好不好？好，多谢圆圆哈。啊，咱七股海鲜节吼，它的办理的时间已经有十六冬吼。啊，这个海鲜节这个活动啦吼，会使讲伫咱台南市吼，是一个领导品牌的这个夏日的亲子活动吼。啊，过去咧办吼，因为疫情的关系吼，有缩小规模。那么今年的疫后吼，市长吼特别吼指示讲吼，今年要扩大办理吼。啊，特别嘛指示讲吼，啊咧办理的过程中吼，交通啊防疫吼。啊，交这个防疫的时阵吼，啊，交通的时阵吼，拢一定爱安全，拢一定爱做好吼。啊，咱今年吼，咱开放吼，它的14,000的名额吼，咱伫七月七九、七月七十、二三、二四吼来办理吼。啊，一体它都有3,500个，然后3,500个。那么伫七月七一吼开放报名的时阵吼，咱这个14,000的名额哦，会使讲吼，差不多吼半工吼，就全部报名了吼。所以讲吼，你也看咱乡亲哦，你也看欢迎这个活动啦吼。啊，这个活动吼，咱市长吼嘛有两工吼，有两推出吼，啊，亲自来参与这个亲子活动啦吼。啊，今年吼办理了的时阵哦，会使讲先过上好吼，交通也袂塞吼，啊，安全上也拢无发生问题。哦啊，所以吼，市长对这个活动的时阵吼，嘛是真满意啦吼。啊，咱第二个系列活动吼，啊，就是这个吼社区农特产吼展售活动吼。啊，咱有35个摊位吼，啊是拢咱当地的小农、青农，吼啊，交咱这农会、渔会、养殖业者吼，啊，佮咱嘉义相关伴手礼协会吼啊组成吼。啊，咱这35个摊位吼，啊有卖日常用品，啊嘛有烧毛冷的物件吼，啊，互咱这蒙拉兼水库的朋友吼，会当来享用啦吼。啊，咱这个35个摊位吼，啊，重点就是讲吼，啊，因将因的所得吼，啊有捐吼咱这个白家户吼，啊，即个拢总有捐20,000。哦，啊来帮助咱遮个吼，咱遮弱势小朋友吼。啊，咱第三系列活动吼是酒团游七股吼。那么即个时阵，咱有规划吼5条的主题路线啦吼，啊有10个推出。哦啊，目前的时阵吼，咱阁有名额吼，啊嘛欢迎咱的乡亲会当阁继续报名啦吼。啊，这5条的主题路线吼，啊景点拢无相像，但是有一点相像的，就是讲吼一定会坐船啊。吼、哦、啊，去往仔寮山啊，会当倒来吼，咱的七股遮吼啊，杭鹅啊啊，食这个风味餐啦吼、哦、啊，正报名够余额吼啊，大家当够继续参加吼、哦、啊，咱第四个活动吼，就是这个七宝宴吼、哦，咱8/27吼啊，伫盐山吼会办一百桌的七宝宴吼、哦、啊，咱伫7/26吼开放订购吼啊，一百桌吼差不多1分。过5秒吼，啊，就全部吼订购完成吼，啊，还有吼20桌吼，伫后壁咧排队啦吼，啊，所以讲吼，这个活动会使讲吼吸引吼真济吼，咱台南啊，交高雄、交嘉义的朋友吼来踊跃订购这个吼七宝宴吼。是，那么吼，哈多话咱听到区长介绍，我想哦，这活动的内容很精彩啦吼。那么像哈多话咱咧讲的这望这个蛤嘛吼，咱即马已经。
已经有过来的梯次去了嘛，哈啊，往蛤蟆的这个人数报名已经截止了嘛，已经结束了，结束了、啊，如果啦哈，有的乡亲朋友想讲，哎、欸，我唔免甲市政府做位去望蛤蟆，我若家己要去望望蛤蟆，敢会使？啊，其实哈，咱咧办这个活动啦，哈，咱这个海域哈是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管理的。吼、哦、啊，重点就是这个望蛤蟆吼安全上重要。吼、嗯哦，咱每一条吼伫水域咧望蛤蟆的时阵吼，有16个救生员伫遐警戒吼、哦。啊，而且这望蛤蟆吼爱看潮汐。吼、嗯哦，咱普通吼、哦，咱咧退潮的时间吼、哦，差不多下晡吼12:30到1:00。吼、嗯哦、啊，所以讲吼望蛤蟆的时阵嘛是这个时间吼、哦嗯，咱才会放咱遮的民众吼落去望蛤蟆吼，主要是安全的考量啦吼。啊，平时啊这个海域吼、哦、是袂使落。是，那么哈多啊，咱节目一开始就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就是讲吼，咱咧望蛤蟆其实吼，因为咱拢毋是职业，咱是吼，大家吼去耍啦吼，啊有阵时也是带囡仔去体验一下啊。但是迄囡仔若是去望蛤蟆望无半日吼，有阵时可能哭转去啊。那么吼，我怎样讲吼，咱区长好像伫这方面哦，有一寡秘诀啦吼，是毋是嘛？透过咱的这个摄影机吼，互咱的乡亲朋友来知影一下，看要望蛤蟆有啥秘诀，当加望寡蛤蟆等于做。啊其实吼、哦，这望蛤蟆吼，其实吼真济吼，真够望啦吼。啊，那主持人讲的吼，其实吼、哦，咱真济家长带囡仔来是耍水啦吼、嗯。啊，但是吼、哦，你若无望到的时阵吼，你嘛是挫折感真大啦吼、啊。啊，所以讲吼、哦，其实吼、哦，阮就是讲这个望蛤蟆吼，啊，若望无的啦吼，望三粒五粒的啦吼，阮拢各会送一小包吼，这小朋友。我、哦、这是小包吼，它落120粒啦吼、哦，啊，差不多会当暗时会当等于煮一顿吼，啊，所以小朋友吼嘛真欢喜，真有成就感啦吼、哦，啊，其实望蛤蟆吼这种职业的咧望啦吼、哦，其实吼、哦，阮咧报名嘛有迄种职业望蛤蟆来咧望啦吼，因、哦、其实吼、哦、拢是抢第一的时间，吼、哦，因拢排伫咧上头前，吼、哦、啊吼来咧望的时阵吼，因后技术嘛好，吼、哦、因的装备嘛好，啊，所以讲吼、哦，当然因咧望吼速度也紧。啊，所以讲吼、哦，他们所获的蛤蟆量啦，吼、哦，比咱一般人吼、哦，因为隔行如隔山啦，啊，所以讲吼、哦，因咧网的数量是较济啦，吼、哦，较济。啊，但是咱为着要保救安尼讲后手来的，啊，咱袂晓网的，啊吼，将来慢慢落过海的，啊，唔捌看过蛤蟆的生长的吼、哦，啊，咱就是讲吼、哦，咱拢会准备一小包，吼、哦，啊，有小朋友去扎等你，啊，家长囡仔拢真欢喜。是啊，多啦，迄个区长要节目一开始，你有？小发讲一下，讲迄蛤蟆吼爱安怎摸啊？我你不是有甲我讲吗？讲什么脚袂使去踢啦吼？啊，手爱安怎摸？是不是？甲咱的乡亲朋友。啊，其实吼，咱遮吼家长教囡仔啦，啊，主要拢爱牵囡仔吼。啊，所以讲吼，咧摸蛤蟆的时阵吼，差不多拢是用脚去咧踢较济啦吼。啊，不然有些人就是弯腰弯一半啦吼。啊，其实吼。因迄足够猛的人吼，你若看因的装备，因就是规个拢肉伫水底，吼、oh. 肉伫水底的时阵吼，安尼工具嘛有啦吼，啊因迄爱用吼咱人去感觉吼，啊看蛤蟆伫底下，啊主要吼咱因为家长带囡仔吼，嘛拢会惊讲啊规身躯拢湿去，啊其实吼因的装备包括因的服装啦吼，嘛是拢叫咱不正常，唔得穿泳装去。啊，有哦，嘛是有咱普通的朋，咱普通吼、哦，遮个朋友的时阵哦，嘛拢穿青蛙装来，哦、哎呀，嘛有人穿青蛙装来，安、哦、尼、啊、身躯较袂澹去，啊无其实吼、哦，懵懵的时阵哦，囡仔的时阵是对头澹到尾啦，到尾也是毕竟是安尼，因为吼、哦，既然咱去耍水，咱就人讲进厨房就不要怕热啦吼，啊你既然去到海边啊，你就唔免惊讲吼衫去用澹去，因为毕竟咱即届即个活动每一届吼拢有请一挂救生人员伫边啊，所以即个安全性吼，咱的。爸爸妈妈的看免烦恼啦吼，尤其是咱卖家己独自去吼，像这个活动咱做位去的时阵，咱有安全人员当兵啊，甲咱照顾咱的安全，咱就免烦恼啊。爸爸妈妈吼，你就放心让小朋友去玩水吼啊，较袂讲吼，我啊耍啊耍袂，感觉像不能尽兴啦吼啊，就是互伊尽量吼去摸水啊，摸甲伊欢喜，啊当客就这个拉长的吼，大家上欢喜哦。那么好多啊，咱区长伫这个介绍这个中间有啊，咱讲了七宝宴啦吼。七宝宴好像就是我们桌子这上面的吼，这东西海产嘛吼，是不是嘛？请区长跟咱介绍一下。啊，这个吼有七宝宴啦吼啊，真现场看的。咱咧讲七个七宝宴，就是吼。
文蛤、牡蛎哈、啊白虾、啊石目鱼、无骨鱼哈、叫石斑鱼哈、啊叫乌鱼子，啊咱这个咱七个的七宝宴，啊其实哈，阮七宝宴哈，规个咧办是用简单的料理哈，啊就是用这些当基底，哦当基底哈来办这个宴请哈，啊一道哈是五千块哈。啊，拄仔我都有先报告啊，吼，就是讲吼，咱伫盐山办一百桌，吼，啊，咱是他的一分过五秒的时阵哦，一百桌伊就订购完毕啊，吼，啊，咱这个料理吼，其实吼，咱七个的料理吼，强调的就是吼，用上盖简单的料理，啊，不过度的烹调，吼，啊，就吃它的海味跟鲜味，哎。那么吼，他拄仔咱咧讲哦，这个七股一寡吼观光景点哦，像四湖啦吼，啊是讲咱咧讲吼，这盐山啦，啊，搁有吼，他拄仔咱有讲到这顶头鹅沙洲加这个国胜的这个灯塔吼。那么我想哦，这个景点呐吼，咱要甲串联做伙一条吼，这个线路的时阵吼，可能嘛是需要一寡硬体。哦，一寡建设来解伊吼，帮助予咱吼，伫即个市区要去到咱的即个景点，或者是讲吼，伫外地来要去到即个景点的时阵吼，因会当四通八达吼，即个交通在你要畅通的时阵要去耍嘛是大家吼较方便啊，啊，搁会当节省迄个交通的即个时间。那么伫这部分，我知影讲吼，咱区长尤其是你上任了后，对着这方面的建设嘛较认真哦，是毋是？甲咱的乡亲朋友来分享一下。啊，七股吼，其实吼，伫咱七股啦吼，上重要的建设会使讲是滴水建设吼，因为咱七股的时阵是会使讲是风头水尾吼，啊，七股的环境真特殊吼，七股吼，那拄到好大雨期间吼，又遇到涨潮吼，啊，真侪部落都拢会淹水吼，真侪部落都拢会淹水，啊，所以讲这个时阵吼，就是要靠吼，咱抽水机啊要抢粗吼，啊，所以吼七股。交别个区无相像，就七股有103个水门吼，啊有60只的抽水机吼，这可能别区吼拢无的状况吼，啊所以讲吼，市政府啦吼，其实投入伫七股的建设啦，主要以治水为准吼。那么伫黄市长伫这三冬来啦吼，差不多投入9亿4000几万咯，咧做这个治水建设啦吼，治水建设吼，啊这个较重要的，我甲咱的乡亲报告吼，就是这个吼。咱西寮14个水门的重建吼，差不多吼有1400万吼，1400万。咱19号水门的新建吼，差不多吼有1100万吼。啊，咱这个二峡吼，二峡坝的这个装排的整治吼，达到3300万吼。咱大寮排水吼，啊八号水门吼，差不多吼有450万吼。啊，咱来龙山里吼，龙山里这个河湾加管吼，差不多嘛，它都450万啦吼。啊，咱今个有另外吼，这个七股溪的整治啦吼，七股溪的整治它都吼有8000万吼。啊，今嘛一直要持续的进行，啊，咧分段整治吼。啊，大温了排水吼，差不多有4000万。啊，今嘛设计好啊吼，主要就是河湾加管吼，啊，个新设水门交抽水机吼。啊，这个工课呐做好的时阵呐吼，咱3个啊交10分啊吼，咱的饮水吼可能就会当非常的改善。是，那么吼，除了讲咱治水啦吼，这治水有成吼，我想吼，咱的乡亲吼会感受上深啦吼，因为以前那是到落大雨啦吼，啊是过洪灾的时阵啊，那是用安尼迄个饮水入来吼，迄种艰苦，大家拢感受会到啦吼。那么咱治水吼，即马慢慢吼有即个成绩出来了，我咧想咱的乡亲朋友啊嘛知影讲，即马是有落大雨啊，是有洪灾的时阵吼，咱哦即个饮水的即个情形就改善了。那么除了讲治水以外，我咧想还有其他有足侪基础建设，咱嘛拢咧进行的即个当中吼。那么咱区长啊配合着咱市政府的即个政策吼，有足侪即个建设，即慢慢已经吼慢慢吼咧完工啊啦吼，是不是嘛？请区长跟咱分享一下。当然吼，伫咱七股区吼，治水建设吼是上重要吼。啊，因为这有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啦吼。啊，咱要安那让咱的区民吼啊过的生活阁如何啦吼？就是吼，咱遮诶基础建设来做好吼。啊，伫咱这个龙水路吼，咱这个龙水路吼，差不多吼有改善的经费，达到1亿600几万吼。啊，伫咱这个道路改善，达到4000几万啦吼。啊，其他吼，伫咱这个民生建设、甲环境改善啦吼，嘛是开真侪钱吼。
啊，伫这两三冬来啦，吼，伫黄市长吼投入伫咱七股这基础建设吼，差不多吼有两亿外的金额。是，那么吼对着一寡吼区政啦吼，还是讲一寡建设吼，当然咱市长咱区长对着咱市长的这个这个政策咧行吼，咱嘛一步一步吼已经吼慢慢拢咧完成啊。那么另外就是讲吼，对着咱一寡吼这乡亲啦吼，尤其是咱伫七股遮可能有一寡是大人啦吼，还是讲较弱势遮吼民诶族群，那么因需要诶政府的这个帮助会较侪吼。那么就这部分，我知影讲咱区长嘛。好哈，啊，多谢主持人哈。啊，其实哈，除了这个建设以外啦，哈，市长其实哈，较其他的这区长哈，啊，就是要将区内弱势照顾好。啊，因为七股哈，差不多哈，65岁人口差不多占21%哈，是一个人口极度老化的一个区啦哈。啊，真侪少年人哈，因为不得不哈，伊嘛拢来出外哈去就业哈。啊，所以讲哦，对这弱势交这老人的照顾吼，伫七股区会使讲是一个真重要的工作吼。啊，咱这弱势吼，咱有福利身份的，当然是政府会到照顾。啊，但是就是讲哦，咱真有真侪困苦户交这边缘户吼，因为无福利身份，但是伊生活嘛是过了真困苦。这个人就是咱爱公所爱利用资源哦，去另外特别个照顾。那么伫七股遮吼。咱有一间吼公司吼，啊，大家可能我听过的凯斯斯吼，伊就捐100万吼，咱的生产团。另外，咱遮的公司行号企业吼，啊，前身的个人嘛有捐110万吼的金额，和咱成行善团吼。啊，所以咱行善团的经费尽头都有200几万啦吼。啊，200几万遮吼，除了照顾讲有福利身份的以外，哦，重点就是这无福利身份，这困苦户交边缘户，嘛是需要咱去照顾。所以讲哦，七股公所吼，每年伫三大节吼，伫端午节、伫中秋节、伫春节的时阵哦，我会办一个关怀的餐会，吼啊，照顾这弱势，吼啊，对象每一次应该也是不一样啦，吼啊，但是就是吼，除了吼咱办餐会以外，咱就发物资，吼啊，买发吼红包，啊买发这个。这个食物券哈啊，所以讲哦，这个弱势主要是用感心着讲吼啊，咱吼咱这个艰苦人吼啊吼爱互因有面对困难的勇气啦，吼面对困难的勇气吼啊，其实吼就嘛真感谢咱区内吼这个企业吼啊，拢是在地吼，拢是在地，阮的生产团的经费全部拢是在地人捐献的吼，有200多万，会使讲哦是吼七股吼。七股人啊，听说吼七股的艰苦人啦，吼、哦。是，那么哈，未来啦吼，咱七股会愈来愈发展啦吼，因为毕竟伊本来算讲较展开的所在，但是吼，咱透过吼这区长啊，咱市长吼，啊，搁有咱市政府吼，这个整个的计划啦吼，啊来建设吼，那么吼咱的这个七股咧，已经未来吼愈来愈进步啦吼。那么咱未来有啥物计划是毋是嘛？请区长跟咱分享一下好不好？七股吼过去其实是一个传统的渔村啦吼，但是进步相像吼。因为真有真多建设吼，伫咱七股区哦，一直咧进行吼，一直咧进行。即个建设吼，因为经费多啊，工期长，但是即个建设吼，一旦都完成以后啦吼，七股吼是会吼脱胎换骨吼。啊，我遮甲乡亲哦，啊有四项较重要的建设啦吼，啊会改变咱七股将来的命运的吼。我伫遮简单甲咱遮乡亲报告吼。啊，第一项建设就是讲吼，咱这个大寮第一公墓吼，啊，3.85公顷吼，咱已经迁葬完成啦吼。3.85公顷其实吼面积非常大吼，啊，所以讲吼，咱进市政府开始咧规划，啊，地方嘛有真济吼意见有表达吼，啊，咱除了做自洪池地方的要求，另外就是讲吼，咱要做运动公园、吼休闲公园、篮球场。上重要的就是有提出要做这个江文地带的艺文中心啦吼，啊，这的建设啦一旦完成啦吼，因为咱这个大寮公墓哦，主要是伫咱嘉义要入来七股吼的门户啦吼，规个景观拢会改变吼，啊，若完成的时阵吼，咱的生活环境吼嘛会愈改善吼，啊，生活水准吼水平嘛会提悬啦吼。啊，第二项建设的时阵哦，就是讲吼，咱这个都市计划发布啦吼，
咱七股都市计划发布吼，是伫1909年八月发布吼，啊，面积它都172公顷吼。即、这个都市计划发布，其实即吼地方已经努力达到20-30栋吼，啊，即咱都发局吼正开始咧规划吼，啊，即、这个范围吼东边对大鼎里吼，啊，甲西甲北边的玉兴里吼，甲西边的七股里吼，啊，即个吼都发局咧规划以后的时阵，公共设施一定较好啦吼，啊，七股将来嘛变成一个吼，啊，生活条件真好啊吼。变成的一个宜居的所在啦，吼，吼，这个这是咱这个七股吼都市计划部分吼，啊，另外一点吼，甲各位报告的相中啊，就是七股工业区吼，已经伫去年的11月动工吼，啊，咱的面积它都有141公顷吼，啊，咱这个工业区吼，将来啦完成后啦吼，完成后它就当引进10,000的工作人口吼。啊，它的产值大概预估吼有289亿吼，289亿吼。啊，今年跟动工吼，啊，今嘛咧加紧脚步啦吼，加紧脚步吼。啊，这个工业区若开发完成啦吼，咱这个七股吼，这青年吼，可能就免个白漂啊吼，有较大的工作机会啦。哦，啊，这是年代的吼，少年啊，来当留到七股，吼，咱这时代人嘛受到较好的照顾。哦啊，另外就是讲吼，咱个另外一条这个哦，台61线吼跨曾文溪大桥吼，咱这个景观大桥吼，它的功用是兼具的观光跟交通的功能吼。啊，长度它有3.3公里啦吼，3.3公里哦啊，经费它就66亿吼啊，这個、主要吼61线吼，到7股的时阵就登去啊。好，就登去啊！咱要去台南吼，一定要行173线，啊，它个挖国姓桥，它会当入去台南市的市区。啊，咱这个跨海大桥吼，若做好的时阵啦吼，会当去连接台江大道、安平区吼、啊北外环道吼，还有市草大道吼，会大大的缩短吼7股到市区的距离。吼，啊，伊的功用就是讲吼，以后吼，咱的人口吼会流动会较方便。啊，7股吼，真上重要的就是爱有人入来7股。吼，来观光来消费，是咱一直来建设啦吼，未来啊吼，咱七股也是一个吼，真热闹的一个变形的一个都会区啦吼。那么咱讲到七股吼，有一个重要的主角，咱袂使无甲介绍，就是咱七股的乌云阿伯啦吼。因为这个乌云阿伯吼，每当嘛带来足侪这个观光的人潮吼，所以这个主角咱袂使甲袂记住吼。咱是不是甲这个乌云阿伯吼？咱最近吼对这个乌云阿伯有做什么种的这个照顾？啊，其实吼，乌面阿伯吼，其实吼，伫咱七股是一个上有代表性吼，咱拢讲吼，这伊是一个国际教客啦吼。咱对外咱宣传拢讲吼，阮七股有一只吼鸟啊，是国际教客，这个国际保育的教客啦吼。啊，其实吼，伊是真珍惜吼，真珍惜吼。啊，咱这个黑面琵鹭吼，咱差不多吼，伫每年的头的10月吼，甲过年的4-5月啊，吼，啊，10月就开始来渡冬啦，吼，来渡冬啊，所以讲哦，这个黑面琵鹭哈，这个黑面琵鹭哈，它的习性啦，哈，好，其实哈是非常的娇贵哈，啊，所以讲哦，在咱台南啦，哈，对这个黑面琵鹭的照顾，咱嘛付出真侪心力哈，咱进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哈，伊咧推这个友善栖地哈，啊，就是主要就是有那照顾咱这个黑面琵鹭交这鸟啊以外吼，就是讲哦，又交咱这渔民哦有12个有签约，就是讲哦，因咧拍平的时阵啦吼，因咧拍平的时阵吼，来当保持吼这个水位它的20公分哦，这鸟啊特价，他们可以得到奖励，这个友善栖地啦，吼友善栖地，吼啊这嘛是吼咱对黑面琵鹭交这鸟啊类吼，咱上大吼，咱会当吼甲做个照顾就对啦。是。今天吼，真感谢吼，咱七股区啊，咱的区长吼严文穗区长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介绍吼，咱的这个七股啊，个咱的海鲜节啊，个咱的这个黑面琵鹭，谢谢区长。谢谢，好，谢谢。那么嘛，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吼，当然向前行，我是弯弯，我们下次见哦。